群山峻岭包围的玉山国家公园，除了有台湾第一高峰玉山，还有全台最高的鹿林天文台。位于海拔2862公尺的天文台，隶属于中央大学天文所，是世界上少数无法开车抵达的天文观测站。30多年来，进行多项重要的国际合作，发现800多颗小行星，在国际上树立台湾天文研究的地位。我们将在这里待上48小时，记录云端上天文台的工作与生活。2002年9月，九月装的这台望镜啊，这台望镜大概是1500万了、啊，50万美金。第一个突破一米望镜，就台湾突破一米望镜的，就是这一个啊、一米望镜，目前是台湾最大望镜。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，因为路限制了我们的发展，对，所以没路就是非常的复杂。像我们有个仪器啊，200多公斤啊。那200多公斤人根本扛不上来啊，他又不能拆，啊，价格所到啊，运一次那个就要100万，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大工程。每个天文台都有它这个地点上特殊的那个位置的，就有些天象只有在这边看得到，像比如说日全食。这一类的现象，就特定点才看得到。从美国过来，这个太平洋上面都是海啊，所以从美国过来，就是说我们这边等于是地线这样子啊。我们的好处是我们的纬度比较低啊，比较接近赤道嘛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南天的区域。哎，像日本、韩国他们在高纬度，所以他看不到很南边的啊，南天的天区。不过我小时候对科学是有兴趣的，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啊，暑假升高二吧，跟学长去，第一次看到像土星它有个环嘛，在望远镜里面晃来晃去，那其实不是真的它在晃了，可能是望远镜或是风吹在晃，那时候就觉得很神奇，这么大这么重的东西可以在天上来运行啊。其实天文台会盖在高的地方哦，有几个主要原因啊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它可以避开哈大部分的那个云的影响，因为一般来说的话，像台湾大概高度大概是1-2000，云是最多的，所以我们在盖在这个2000以上的地方，可以避开这个中低海拔的这个云。因为国家公园它本身没有什么灯光，哎，没有路灯啊，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，它等于保护了我们这个整个。关心的这个环境，如果风太大啊，也是不能观测啊；如果太湿的话，也不能观测，因为那个仪器啊设备会受到影响。那因为我们在山顶上面哦，这每年台风对我们是一个很大威胁。它有一年台风哈，把这个屋顶的铁皮都吹掉了。那88的话更严重，88是2条路都断，我们2位同仁就在这边受困了大概10天。那时候撑了10天哦，后来没办法就坐海鸥先下去了，大概2个月吧才能够恢复运作，哎，那个是最严重的一次。这个等一下是要把这个拆掉，真的。它本来没有镜头盖的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做了一个盖子，把它盖起来。以前没有盖的时候，就比较容易脏。这个是垃圾桶的盖子啊，然后再套一个，不好看。不过有盖之后就差很多。
来自邹族特富野部落的石浩伟与石俊雄已经在天文台工作20多年，他们负责打理天文台工作人员的食衣住行以及设备维护。我翻转，主要是因为那个电刷它老旧了，差不多超过20年了，而现在更换新的哈，它这样子电到圆顶的设备就会比较稳定，就不会有那种接触不良，或者是就会容易有时候会跳动跳动这样子。我们有这个血氧计，它是用来测量，就是说我们在山上血氧，心跳正不正常，93啊，那下面是心跳啊，82，我们之前有房客来啊，他就整个晚上就是都在吐，然后也睡不着觉，那个就非常严重。像这种高山症的话就是缺氧啊，没有那个氧气设备可以吸，严重的话基本上都要是要下山。那我们这边因为车子到不了哦，所以要趁还能走的时候就要赶快下去，因为如果说拖哈，一拖到不能走就要背下去，那个就很麻烦。今天是观测员林启生的上班日，非科班出身的他钻研天文领域40多年，台湾天文界发现的第一颗彗星鹿林彗星就是他发现的。今天又来上班了，哎呦，灯忘了关。哎，上山喽！每天下午哈，我们要来巡视一下望远镜，看它有没有问题了哈。譬如说昨天没关好啊，那望远镜会转啊哈，就大约稍微看一下。我们山上的望远镜都是在拍照、取资料来分析研究，不是一般人想的，就是用眼睛看哈。那还有好几台要巡呢，所以这基本上一定会放晴的。鹿林天文台总共有7组望远镜，是专门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天文台。多年来和国内外学术机构合作，如中美衍星合作计划、超新星巡天计划，是台湾天文界的圣殿。今天的菜有跟平常不一样吗？都差不多，其实。所以蒙先生，你上来几天了？我上来第四天。因为就是他们会煮的菜就是这几道这样。这个比较不一样啊，这个今天比较不一样。平常不会有笋子，就是叶菜类比较多。在山上就是早上起床大概2-3点吃一餐，就是吃个面包什么当早餐，然后到6点就是现在这一餐，就是直接吃晚餐，然后等到大概12点左右看会不会肚子饿，如果肚子饿就去弄一些宵夜来吃这样。对啊，我下山是会恢复正常作息，但是这位老大哥就不一样。下山之后还是4-5点才睡啊，他已经习惯这边的作息，会比这边早一些时间而已。4-5点还睡，晚上你在干嘛？可以练气功啊。晚餐过后，天文台的望远镜全面启动，开始执行观测工作。你
可能会想象说我们是来搞学术研究的啦，事实上不是啦，我们是帮人家取资料啦。要研究这个小行星的博士没上来啊，他就交代我们怎么帮他拍啊拍，他就用 email 给我们，那我们就把它弄好，然后拍。我只能讲，我们帮他取资料，算是 operator， 但是他们是 research。那你怎么会来这里工作？是他抓我来的啊，我们站长啊。然后他以前是教幼稚园的。我都教小朋友这样，比如说我去带小朋友哈，那如果现场外面就好，如果没有就图片嘛哈，好，然后看小朋友，你知道吗？天上还有妈妈哦，是这一颗哦，这个叫织女星，织女妈妈。好，然后呢，啊妈妈呢，爸爸在哪里？啊这一颗哈，这个牛郎叔叔。好吧，如果幼稚园就要讲爸爸妈妈啦。哦、牛郎妈妈，牛郎爸爸，牛郎叔叔，织女爸爸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等一下，不要急。因为大人没有办法这样讲啊，你他也讲你讨个派气的。就雨琦的还有两三张啊，你要接过去吗？不用吧，你好看一下就好了。我们现在观测是一颗彗星，这个是星图软体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相机实际拍到的影像。就是我们目标是这个嘛，那不能，就是相机上有一些坏线，像这条黑线，那我们会避免那个我们目标落到这，因为如果落到这里面，那个它的数据会有一些问题。我们就会就是微调望远镜的位置，现在换到新目标，然后等第一张影像出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今天晚上要追踪对象大概有15个左右，他们这些目标的该怎么讲，它的亮度都比较暗，所以它需要比较长时间的曝光。像刚刚那一张拍，可能拍了600秒到720秒，就算是一个蛮长时间的曝光。因为我们有3台望远镜要顾，那这个时间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其他望远镜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就是都是在操控望远镜，然后就是遵照那个观测者的要求来执行这样。天文的这个研究有点像考古，我们看到的星星哦，离我们距离哦最近的都要四光年了。它发出的光哦，到我们这边要以光速走要4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是它4年前的样子。那其他更远的，就是几百万、几千万、几亿啊、几十亿年前，越远的天体，我们看到它就是越古早的样子。所以天文有时候像考古。当我们看得够远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宇宙当时是怎么诞生的。地球最后当这个毁灭，因为没有一个星球它是永恒的啊，只是说我们这辈子不会碰到了，因为我们这个生命相对于整个宇宙这些星体实在是太短了。但是我们研究这些东西，其实它背后的这些机制可以让我们了解，这个天外有天嘛，人上有人。对观测员来说，玉山日出是闹钟，阳光一出现就代表观测结束，可以收工休息。天文台的大厨石俊雄则必须趁着天光下山采买。我大概30几岁来的，那时候天文台已经有一个建筑物叫 SLT， 像那时候那个水啊油啊都要用背上来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很会煮，所以都乱煮一通，后来就那个所上就是说你们要去学做菜才去学的。学了1个多月，然后去考试，然后丙级厨师。
我排已经把菜单排出来了，他们只要按照菜单排做就好了。绞肉100。今天16号，鲑鱼、高丽菜、豌豆、剥皮辣椒鸡，这个几乎都晚餐了，因为早餐跟中餐自备吧。昨天睡不着了。我啊，想到今天要背那么多，然后有点感冒。40几，估算错误。白天虽然不能关心，但是必须保养望远镜。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清洁一米望远镜的镜片。一般一米望远镜要$100万嘛，这镜子可能就占50万。它事实上是一种那个类似像石英那种材质。主要是它膨胀力非常低。有可能啊，因为它激光力就变比较强啊，比较清楚。乖乖就希望望远镜乖乖的，满天星就是希望天气好可以看到满天星的。啊，因为乖乖他们那个包装哦，上来会膨胀，买10包上来可能5包会破掉，哎，所以买的时候要多买一点，不能只买1包1-2包。你小望远镜是你去玩它啦，但是大望远镜的话是你被它玩这样的，因为大望远镜就很复杂，有很多要去维护啊、保养啊、调整啊。除了放乖乖保平安，祈福礼俗也不能少。父亲，天文台附近有人好兄弟好姐妹哈，过来吃个饭哈，那领个零用钱。很早很早很早以前，我们这有一些小事情一直有，我们站长就说要拜拜啊，然后就拜啊，后来就接下来啊，在观测室那3张是我摆的，反正那个同事没有讲话就好了。现在才开始要录下而已。晚餐上桌，代表观测员也要上工了。有一些那啾啾啾啾啾，老大那是什么？看起来应该是人造卫星，因为那个快天亮啊，本来就会有啊。嗯，然后那个就是爬玉山的人。嗯，这个是我们那个这边哈，你看那个星跟这个长不一样啊，这是一个彗星，一个彗星，然后我们郑博士指定要拍这个彗星，那我就把责任证划就好了。后面研究是他的事情啊，你问他，他大概也会这样，就是我们把他拍到对的。那你责任有做好吗？有啊，目前正在做。不要去把他拍不好，拍坏掉就好了啦。很偶尔会有疏失掉了，真的。那你知道你疏失，人家不会来找你抱怨，会来找我抱怨吗？没有关系，你刚才说是我拍的。
小时候的梦想，小时候的梦想是想要当太空人。对，很小的时候，国小大概国小，念了之后发现说太空跟天文其实蛮多不一样。有一个定义是说，天文是你真的完全碰不到的东西，那太空算是还可以摸到的东西。就是你看人口只有70亿，但星星何其多，就是每一个都好像一个太阳，有这么巨大的能量。对啊，就是会觉得人很渺小的。你需要有数据，你才能做一些研究。那我们的贡献就是刚才说的数据，再大的机器也是有微小的齿轮。那这个齿轮，也许用其他的齿轮也可以替代，但我刚好就是那其中之一。这样，寂寞，当然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比如说在过节，然后在滑 Facebook， 看到大家都在外面什么吃饭、约会什么的，但自己就只能在这边盯着荧幕看，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。就是你们想吃什么阿米什么，我也想要那个吃一些不一样的。只要熬夜久了哈，啊久了你当然会出毛病啊，胃就常常有会痛。这边的胃药都我在吃啊。我透过朋友去找一个台北的和尚，然后去找他，他是教我练气功。早期我们周族作息是以卯数为基准，部落的国小。六年级的、五六年级的，他们都还会让学生上来参观天文台。我们的确是常常会看到一些不明飞行物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。像最近很夯的气球，白天的时候哈非常亮，好像星，但是它又不是星，它动得非常慢。就是人穷尽一生也没有办法了解整个宇宙，那我觉得人心也一样，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另一个人。30多年来，鹿林天文台在山之巅窥看日月星辰的奥秘，以持续的观测和研究探索宇宙真实的样貌。在天文台工作的每个人各有各的作息，各有各的勤务，他们日夜交错的运转，支撑起云端上天文台的正常运作。当每一次打开望远镜的天窗，台湾的天文研究就向宇宙深处再迈进一步。